欢迎订阅宝妮奶奶，给我支持哦。宝妮奶奶回到了南投中寮深山的欧风农场，今年订购非常的热烈，帝王柑和蜜柑才上市五天就被预购额满。这是帝王柑稀有品种，它的果实产量是一般柑橘树的一半而已。这是蜜柑，外来品种，容易水土不服，早期就会裂果，掉得我满地都是。你看地上的落果都已经干掉了，所以产量也很稀少。这是欧爸和宝妮奶奶最喜欢的红香橙，风味浓厚，果肉细腻，在快成熟的时候就会落果。你看掉满地都在地上滚滚滚，有时候落果有七八成。欧爸的名言就是，肉再多也会留一些给我们吃。这些欧风农场的稀有品种，虽然 CP 值很低，但是欧爸仍然持续的在种植。帝王柑和蜜柑预定额满了，但是他们还在树上等成熟哦。欧爸的理念就是宰蟑螂，不抢收，不抢稀有度，在风味最好的时候新鲜采收，送到你们的手上。今年没有订到帝王柑和蜜柑的朋友，不用担心哦。欧爸说他会再多种一点稀有品种，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欧风农场哦。谢谢大家。